殿下，臣妃书送去了，，两人当街决裂，属下看得一清二楚。那家祠堂那边，就按照我吩咐的去办。是。 那锦慈苦苦遮掩的，是时候让阿英好好看看了。看看这全天下的男人，都如同我一样。夫妻之约，本于妻室之火。 大仇既报，再无贪图求索。那锦慈，今日我与你恩断义绝，来日再遇，我的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从此以后，你与我不死不休。